这边出个谁？再来一个男的，就剩我了，就剩我了。谁来迎战？这样，我们队就派出一个颜值相当的吧。杨迪，杨迪。好，就是我本人。你居然这么有勇气就走出来了？因为我看了一眼，确实我颜值比较相当。你看看我们那边，是你的视网膜有问题。你的视网膜最大问题就是你没有视网膜。走开。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提问开始。您上过最无聊的三个节目？哇哇！哎，不要！哎，我这个好。三二一。每个节目因为有我的存在都不无聊，我不拉。哦不，我拉，好吧，你来拉吧。我就从左边开始吧，先生黄色。不可能一来就中。来了啊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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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杨迪，请提问，请说出三个影视剧里面你觉得应该是你来演的角色。五、四、三、郭靖、二、杨过、一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好吧。小龙女，小龙女，我都说了，来吧，小龙女，我都说。哎呦，水没下来，你想拿绳抽死他是吧？鞭策他。您最不喜欢的三位导演是？马导、张导、李导，谁呀？自己去想，因为我都不知道他们本名，我就都要喊他们。请说出你最不喜欢的三个导演，要全名。我是王平、望平、望平，哪有姓望的？你最讨厌的三个歌手是谁？宋茜、李小璐、贾玲儿，也唱，你还好意思唱歌？呸！你也配？小鹿算是歌手吗？有啊，东方美。无论你是哪一种东方美。小鹿认不认自己歌手的身份？他不认，接商演的时候不准再唱歌。啦啦啦啦啦！特别疼，这个真的就中了，不可能中，来，这个真的就中。请说出你刚刚最讨厌的王平导演的三部代表作。五、四、家在北方，家在南方，家在西方。真能掰，真能掰。您最不认可的三部电影是什么？家在南方，家在北方，家在西方，就这三部最讨厌看。请说出家在南方这部电影的三个细节。天气热，不下雪，常年下雨。我们不要在湖边乱走了，好不好？要干什么？哎，一会儿我们自己写个剧本。作为一个制片人，我都不得不把这三部电影拍出来了。明天就上了这个电影。你人生中最大的三个怪癖是什么？第一，看《家在南方》这部电影。第二，经常三天不洗脚。三天不洗脚。一。就蓝色了，就拉了，就拉了。我还等着拍《家在南方》呢，你。好，来来，三二一，走一走。三二一走。二一走。哇！中啊！王平导演，下一部戏请找我。帅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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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帅的。哎呀，我的天！没关系，《家在南方》还没拍呢。反正都湿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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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先就从腾哥开始吧，好不好？你最喜欢的男演员是谁？五个字回答，五个字回答。最喜欢沈腾。张萌，张萌特别实在。
最不满意自己身体哪个部位？五个字。脑袋、眼睛、腿。腿，这不绝对不可能，那怎么可能不满意呢？咋的咋的，这腿不招人稀罕呀？这羡慕我，羡慕成啥样？羡慕成啥样了？天天看着贾玲腿都流汗了，怎么了？哎呦我天，一个部位说了仨，喷吧喷吧。我的小肚腩，可以吗？晚了晚了晚了，我们也知道了，你也被喷了，你说真的是？最不喜欢《王牌家族》的谁？一个字，你。我们俩撞型了。这个包袱太响了，我们俩撞型了。那撞太狠了，都把你撞变形了。王牌家族最不想谁来参加？三个字，三个字，真是你。真是你。我得走过去，只有你，只有你。你差点摔了。Only you， 这屋里你最讨厌谁？三个字儿。想说我发现我名字俩字儿，对吧？对，我就想杨迪呀、啊。直播间里最不喜欢的明星是？娜扎。脸有点胖以外，好，对不起，杨迪，喷都喷完了，怎么才说？感觉这个时候说的真是实话了。你的通告费是多少？四个。什么东西、啊？你的通告费是多少？公益免费。形象高大了许多，竟然没有被喷，凭什么？这凭什么？你最不喜欢的运动五个字儿，不，从来不运动。六个字了，六个字儿，喷喷喷喷喷喷。上厕所没带纸怎么办？六个字，打电话去求助。漂亮。求助谁？打电话，不是打电话。求助谁？真的是游戏黑洞。打电话求助谁？最不喜欢女生性格的四个字，奸懒馋滑。有文化，有文化，有文化，这个有文化，这个。因为这就是我哥自己本质、啊。我把它放大了。王耀庆、关晓彤、杨迪三个人去你直播间，谁的成绩最差？说实话吗？当然了，当然了。哎，谁？对不起，告辞，我走了。告辞，告辞。薇娅，再见。薇娅，当我没有来过。你不能走，我们想听。我们仨到底是谁？瞬间觉得踩坑了，对不起。那换个说法，谁的成绩最好，总可以说吧。说实话，真的不太一样。然后那个小彤去的话，就是大家都会喜欢他，而且卖的是最好的那次，成绩最好。那是一般的是谁？对，谁第二呢？谁第二呢？啊，我觉得踩坑了，对不起，告辞，告辞，告辞，我又踩到坑了。这个问题也别回答，也影响我们的一些商业资源。那我们小彤获胜。这轮要接受林雨惩罚的是王牌家族。王牌家族，请自己选择站在哪个水桶下，看运气了啊！两个是有水的，来，你们先选，剩一个最危险的给我。小彤是第一个选的啊，他选粉色，他喜欢粉色。看看啊，他们一般来讲，第一个应该是空的，凭我对他们的了解。哥，那我去，我听你的。你去吧。完了。红的和蓝的应该是空的，我就看你分析那么多，最后你那个有没有水？我就来这个吧，准备好啊！来，每人握住自己的那个绳子啊，往后站一点吧。强哥，你握的是我的。请准备好，王牌家族接受惩罚，三。我相信我自己。二。
哎，我怎么觉得是我呀？一拉。腾哥，还有50%是你。3、2、1，拉拉。我们别拉黄的，直接让腾哥来判定自己的绿的有没有。往前站点。1、2、3，拉！1、2、3，拉！哎呦！喂！哎呦！赵彤，你选那么早干嘛？这轮玩法升级，任意提出问题，对方必须给出三个答案，字数不限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示范啊。请问，猿辅导在线教育网课的优点是什么？6个字回答。名师，有趣，有效。哇，哎呀，我跟你学一把卖货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啊。我也带带货。我们带什么呢？我们带这个猿辅导春季特训班的课程，好不好？好。怎么来？怎么来？我们来描述一下我们的猿辅导。我在家里带孩子写作业，很生气。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老师，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，就不一样了。就名师的直播课啊。对。是一线名师在线的直播教学，然后课后班主任呢还会一对一的给孩子来辅导作业，并且非常有趣。哎，他在线直播互动教学。动画课件特别的吸引孩子，就像看动画片一样，所以是一边学一边练，孩子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啊。然后还有有效，现在报名猿辅导春季特训班，赠送这套教学文具礼包、讲义、练习册以及文具。关注猿辅导公众号报名，新用户9元入手5节课，无限回看呢还送整套学习礼盒，真是给力。张萌开始吧，好不好？第一个打头来。好嘞。最不想合作的三个男演员：杨迪、王耀庆、沈腾。哎呦，提起来哟！你等你要是让观众看见你跟我们仨合作的，来，贾玲提问：这个心口不一的女人，贾玲、王耀庆、杨迪、关晓彤，四个人在你直播间，最喜欢哪三个？打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哎呀，好惨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说三个你认为卖货卖的最好的明星。就在他们四个里面找三个。但有一个没去过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薇娅，我们仨都来过，就说我们仨怎么了。一定要把我们排出去。你最不喜欢自己的三首歌是哪个？三首歌，最不喜欢自己的三首歌啊，昨日今天，我未来嘛，未来会写的。为什么花那么大劲要写出三个不喜欢的歌？明知道不喜欢的歌。那个齐天小圣，我的帆布鞋，逗狗。怎么有那么多自己不喜欢的歌？你看过丫丫姐最好的三部戏是？那个超时空同居。公五四，花花，最好听的三首歌，最好听的三首歌，我一首都不喜欢。你要说三首，我不。我一辈子会的三首歌我都用在游戏里了。评剧，男生缘，爱情鸟。气死我了。提问啊，提问。在国内看过最难看的三个电影或者电视剧。电影或电视剧，夏洛特烦恼。羞羞的铁拳，疯狂外星人，这都不爱看。我就跟大众不一样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有人看没人看，过上两天咱再瞧，怎么着？快提问吧。花花不，那个丫丫，介绍三种新疆的甜食好了。哈密瓜、梨杏。哎，这么自然，不能是？不能像我们似的做作一点，想一想。哎呀，急了。甜点。
新疆啥都甜，新疆的姑娘最甜。哎呦哎呦！为什么？说出三个理由。日照时间长。加速提问，你们提的越快，对方越难反应。这我，来。幼稚。最讨厌的三种食物。哇，三种食物啊，很难的。猪血糕可好吃了，我真的不爱吃那个。除了猪血糕之外，再说出三种不喜欢吃的食物。那个臭豆腐，长沙臭豆腐，然后杭州东坡肉。看看反方同学的嘴脸，那个、看看。那个北京烤鸭，北京烤鸭你都不喜欢吃？他都是说实话的。啊，他这人实在。只能够合作 NG 最多的三个演员， NG 最多应该是我自己。还有两个，三，黄渤、二，黄渤、李锤。哎呦呀，说的真话。我说第三个人说的是谁呀？他说的李纯，有个演员李纯，女生。没有没有，没合作过。也就是因为前两天刚来过，哼，脑子里一时想不起来别人。瑟瑟发抖。圈里脾气最大的三个艺人都坐在旁边了。哼，我们仨可不好惹。马上演起来。沈腾哥，说出自己的三个缺陷，身体上的。哎呦呦呦，那喷吧，那喷吧。咋的？这一个没有。我来说一个。来，你说沈腾的三个缺陷。奸懒猖狂，我还有很多。胯骨轴不好。来，这轮啊，统计了之后呢，哎。不是吧，还是王牌队要接受惩罚。这去吧，每人选个桶吧。小桐，我要你，我就还选粉的。真的吗？就跟命运做斗争。那好吧，我选粉色。小桐又选好了。这个三个桶有水啊？三个桶有水。哦，我觉得黄的里面肯定有。不能碰啊。你就那儿吧。行，我就选这个了。哎呀，那我还选这个呀。你自己选，我建议是这个。那我还选这个。我觉得你粉色不能有第二次。对，那我是这个花花蓝色。之前咱第一把是这个还是这个？可以啊，可以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来啊，来抓住自己的绳索。倒数三秒之后，请拉动自己的绳索。三、二。开始。本节目由全国累计用户突破4亿的猿辅导在线教育赞助播出。X30 系列红影 5G 手机新配色全新上市，本节目由 vivo 冠名。开始。小童那个没有吧？我没有的。那你喊啥呢，小童？你们两个，你这位置站得太准了。小童本来没有，但是在沈腾哥头上这个地方平台拨开以后，拨到了小童身上。来，对阵双方是腾哥、秘密。啊，来吧，互相提问。提问什么呢？说出你拍过最烂的三部戏。啊、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就不管不顾了，一顿说，保护自己。好好好。第一轮对战开始，说出三部你拍的最烂的片子。我只能违心了，《夏洛特烦恼》、《西游的铁拳》、《你好，李焕英》。哎呦，这还能回来坐下吗？这不为了宣传吗？理解理解。腾哥，请提问。你合作过的这么多演员里面，你最烦的三个女艺人？这个烦。三个艺人吗？女艺人。那个女艺人。女。张三、李四、赵五。谁？啥？
一个叫张三的女人，一个叫李四的女人。还有名儿呢，还有名儿呢。有名啊，有名啊。您把李五给我调出来，我看跟杨幂老师合作过哪部戏？杨幂，请提问。说出娱乐圈跟你撞脸的三个男艺人。徐峥、王峥、刘峥。这种胡扯不算吧？嗯，再扯有李四这位女士扯吗？你说赵四儿，我都勉强能过得去。你说李四儿，受宠欢迎吗？接下来必须给出现实当中存在的答案。你合作的演员，你最喜欢的那个男演员叫什么？董子健、郭京飞、雷佳音。这个真送上门来了，问的有问题。我吃，腾哥，我知道，我懂你，你善良，你仁慈。来，说出华晨宇的三首歌。什么？一个正经的问题。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三首歌，一首都说不出来呀、啊。这么多季了，你好歹听一首啊。我都能说出两首。花花的每一首我几乎都会唱。来来来，唱。但是我记不住名字，是真的。好，来，为了表示我的歉意，做哥哥的不对，我就想找那一桶有水的桶。没有，抱歉。抱歉，杨幂，刚刚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，可以继续。角度不错啊，请你回答出花花的三首歌曲的名字。国王和乞丐，我好想爱这个世界，那个斗牛。正确。看看，我就考考他，我顺便了解他一下。我先说，你再重复一遍那三首歌。我再找一个桶。我来个 yellow。 哦、oh, yellow yellow 哈哈，给美的。你问，说出三部关晓彤演过的戏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小彤的每一部戏，哥哥都看过。我独独记不住戏的名字。你选一个吧。我不要吃苹果，你就来这个吧。我是 red， red。恭喜秘密获胜。哇，好冷啊。这个问题真的太伤害王牌家族内部感情了。我们没有情感了，我们两个已经你怎么连花花的歌都没听过，真是奇怪。花花，你们给自己写歌以后整一点好记的名。斗牛还不好记啊，国王与乞丐还不好记啊。你再说一个。过烟火里的尘埃，当着你的啦啦啦的花朵，啦啦啦啦啦。我哪个歌我不会？斗牛，你来。你斗我就会牛。下一轮是花花对郭京飞。我们俩走慢动作上场好吗？两个强者，放音乐。播的时候特效也是把你俩快进，这收视率这么高的，这哪有功夫让你俩在这慢动作呀？快点吧，来吧，说出三个你自己最不喜欢你自己的歌。斗鸡，你管我，国王与妃子，
你别说，这也是我特别不喜欢的那三首，是吧？哎，不行，他没有写过这个歌。国王与妃子是什么歌？国王与妃子，你们听过吗？我还能唱。抱紧你的我，比国王富有。你接着唱。失去你的我，比妃子落魄。芳芳没有发行过这三首歌啊，回答错。金飞选个颜色，黄色。黄色那好都没动啊。哎呀！这也太准了。芳芳，不要恨我啊。没事。好，下一轮贾玲、雷佳音，两个重量级的上场。放音乐，放音乐。这是和谐。客气客气，来。说出刺杀小说家里面演技最烂的三个人。雷佳音、郭京飞、董子健，漂亮。我们是没有底线的。说出演艺圈跟你体型一样的三个女演员。这就过去了。这不是不敢说，是真没有。我咋说？你说，不是我要淋了水以后，就更没有人了。我要淋了水以后，就更没有人了。安全。啊！说出你合作过的最讨厌的三个女艺人。杨幂。你就讨厌杨幂一个人。哎，能说三个还像假的，能说出一个像真的，我都想不出来仨人，说明是真的讨厌。真的也没事哈。没有事，我也讨厌你。是吗？嗯。选个桶吗？哎，他们的桶不得我指定吗？你指定啊，你指定。哇Blue， 太坏了！哇！冷啊，冷啊，有点凉。嘴都瓢了。功臣。下一轮关晓彤、董子健，把衣服先脱了。对战开始。说出时代少年团三个成员的名字。三二一，帅哥，大帅哥，二帅哥，没达标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不对，不对啊，不对。安全。哦，可以。小彤继续提问。说出 The Night 队员里面的三个成员的名字。于淑金、赵小棠、孔雪。于淑金、孔雪、赵小棠、赵小棠。
因为刚才有提示，所以呢不能算分。小童继续提问，说出《硬糖少女303》里面三个队员的名字。王艺瑾、希林、那一高。我。王艺瑾。二。哎，你们不能。时间到。没戏了。黄了黄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流水吗？这个？问点缺德的。花花过去帮帮小童。为什么缺德的花花要上来啊？贾玲姐上来。来来来来。你问你问，说出你演过最烂的三部戏。二十不惑，好先生，一仆二主。哎呦，漂亮。说出自己演过的最烂的三部戏。哦，自家小说家。二，一，时间到。大年初一上映，谢谢。粉的有可能。粉的，粉的。哎呀！有水吗？这个？说出我拍过的戏的三个作品。那个大什么？去年那个。三、二、一。四川小说家，四川小说家，四川小说家。你伤心不？有点。但是为了赢，自取其辱。子健来选，那就这个吧。那完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可以。哎，小童，恭喜你结束了。接下来的这一轮对战双方是杨迪和小宋。哇！来吧，杨迪先问啊，说出你们团最应该退团的三个人。啊，他是跳了一段。我没有说让你做出三个舞蹈动作吧。嘉应哥、金飞哥，你们团队啊，腾哥，我刚把他们放进去。你们时代少年团，是刚算刚加入。好，选个颜色哈，黄色。哦，拉不动。哦。哎，没有。我来问你一个问题，该我们问了是吧？问。说说不是、啊、我问啊，是你问啊，对你说你说，说出 vivo X60的三个特点。Cool。 三个特点：手机拍照好，手机颜值高，然后超稳的微云台。Cool。 简单哈，来你说出微云台的三个特点。手机抓拍快，运动抓拍清晰，然后超稳。哎，还算说出来了。对的，说出。综艺感比你差的三个男人。哎呀，都在这边了，沈腾、花花，这儿雷佳音。说出台上颜值比你丑的三个男演员。三二哥、涛哥、迪哥。这个新人不好带，过分了，不好带，孩子。我们队那么多人，你倒说自己对的，你是说的是真话吧？他第一时间瞄的就是我跟雷佳音，而且还没说出来。这个小孩很聪明，很有前途。我要进你们剧组。Cool。 来，没事，你也回不去了。来继续，说出三个比你矮的男艺人。比我矮的三个男艺人：潘长江老师、包贝尔、花花，好像也。比一下。
如果不是没想到他刚坐着的时候确实比我矮嘛，对吧？这个高度过去小宋选个颜色给他，杨迪那答案不对， yellow 吧。Oh.